我有一个小小疑问，您是哪一年出生？我是1995年1月份出生的。这么年轻，95年生人，现在其实27、哎。那真的是我们锐意青年，这个青年这两个字是肯定是名不虚传了。那您最初是怎么选择到这个空军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来挥洒自己的青春的呢？其实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啊、哦。因为我是四川都江堰人。然后我正好在震中，当时是读初中1年级吧，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组织我们快速撤离到了这个操场上面，不到一个小时时间，空中就这个飞过直升机，当时就看到这个直升机特别的激动，觉得解放军来了，包括后面像运八不停地往我们成都这边拉送物资，包括空降兵的15勇士啊，都深深刺激了我，所以我高考完之后就立志加入空军部队这个序列，成为一名空军人。哇，所以这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回环，小的时候您所看到的、所仰望的、所羡慕的那身戎装、那个身份，长大了就成为了他。对，所以感到很幸福。对，